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胡庙乡，这个视频拍一下胡庙乡的街景。我去金顶山正好路过这里啊，顺便啊就拍了一下胡庙乡。胡庙乡位于驻马店市西部，总人口43514人，总面积149.01平方千米。1941年建胡庙乡，1961年改公社，1983年改乡。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